现场的气氛已经嗨到了最高点，但是我们有现场的观众反应，飞机每次都只走一圈，看得不够过瘾，怎么办？各位观众，唐少校听到你们的心声了，下一个科目带来连续魂，你每秒300度角度的高滚转圈做连续的滚转，掌声尖叫声越大声，它就滚转越多圈，请看左前方，而是要迅速掉头对正朝野区，准备进入连续魂 ready？掌声鼓励！再次吸进新竹喵的热情，也是唐少校从飞机声太大声中听到各位的欢呼声。这一次带来侧飞，飞机朝各位观众倾斜90度，以侧飞的方式仔细聆听大家的欢呼声透过大声。待会请大家再一次让我们飞行员感受到了新竹的热情。让各位更前方，开始要加速到500公里对正朝野区。 Are you ready？ 承受9倍身体的重量，加压在身体每一个地方，在全身微血管爆裂甚至连呼吸都感觉到困难的情况下，在超低空做人机一体的完美结合。请看各位左前方 F16对向朝野区加速到800公里，为大家带来9G 转弯 ，Ready？ 9G 转弯。 飞行员常常设法飞到敌机不知道无预警的位置，对敌人实施红外线飞弹或轻炮攻击。现在唐少校将带各位不知道无预警非常 surprise 的地方给大家一个惊喜，飞机到底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恭喜大家！ 今天特别为新竹的朋友多准备一扇窗户，接下来再来慢飞超低空近距离通过观礼台，待会他会将起落架放下，并且以连续开关落地的方式向各位贵宾打招呼。当我们看到唐少校开关前方落地灯的时候，请大家跟我一起向他招手，回应他的热情。在单眼相机的朋友，现在是你们捕捉画面的最好时机。 千万不要把前面镜头的盖子拿下来哦！请看各位左前方 F16 准备开关落地灯 ，Ready？ 打，给，后，掌声鼓励！ 但是不完全正确，我们都只答对了一半，因为那熊熊的火焰。
在此时此刻，代表的是空军以及我们所有新竹来宾的热情，好不好？我们掌声鼓励。新竹来宾，快乐时光特别快，现在将实施今天最后一项超远短场落地。F16 战机配备主力伞以及优异效能的防滑刹车，待会特技飞行官将示范在500公尺的跑道长度内，将速度300公里以上的战机完全停止。短场落地象征了 F16 战机极佳的机动性，在作战时可在极短的距离或受损的跑道上安全落地。贵贵宾，现在飞机在各位左手方10点钟位置，精准的飞在五边下滑道上。现在300尺的高度，准备进行落地超演。现在飞机准备降落到2层楼、1层楼，完美触地。飞机落地时，秉持着完美落地4项原则：航架弯，保持最佳进场速度、飞行轨迹，控制趋近于你的下降率，落地在预期的着陆区。落地后，持续保持13度仰角，实施最大效能机动力减速。现在准备在后方释放象征黄胜利的黄色主力伞，请掌声鼓励。表演者带着胜利的黄色主力伞完成落地操演。所谓空战出英雄，地勤办公。现在我要介绍今天辛苦的飞行机工长，分别为刘玉祥士官长，91年班，生日同样是空军节8月14号，家住南投，为空军服务超过9年。第一位是吴宇成上士，94年班，家住吴宇，担任收务工作有7年的经验。两位机工长不计尽心竭力，起早爬晚，为的就是提供空军最好的多部机密以及最安全的飞行组织，好不好？我们为两位辛苦的机工长再一次热烈的掌声鼓励。F16的逆升机叫做 Falcon， 也就是鹰隼，也就是老鹰的一种。各位请注意，各位的左前方，现在滑行道上的 F16 向上是一只昂首飞扬的雄鹰，展现出霸气十足、舍我其谁的傲气呢？再次提醒，为了避免发动机受到轻微外力的损伤，请各位贵宾注意身上是否装有物品，以避免发动机遭到损伤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 F16 发动机装车的音质。
各位亲爱的贵宾，今天早上 F16 战机性能展示到此告一段落。如同特技表演一样，各位的鼓励永远是我们空军最大的动力。最后，本人再次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。先生之一号服务台将来可能
请吴蔚超先生至舞台，请吴蔚超先生至舞台，请大家站住。